说到钱江的产品线，我感觉他们恨不得每50排量就给你出一款车型。前阵子春风800NK 出来之后，钱江也是按捺不住，马上就发布了新的产品，也就是赛450。任意门的军火库，淘宝店、微信小店同步上线，欢迎过来骚扰客服。Thank you.